球上会有另外一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吗？有可能。有可能真的是一模一样的感觉，因为是已经在网络上有很多这种状况了嘛。对，甚至连这个演艺圈里面，最近好像有一个韩剧，很红，对不对？去面馆，对，然后里面好几个演员都说跟台湾的演员都很像，对不对？超像，好像有像罗时峰大哥，对，然后也有像郭采洁，超像，还有像号角响起的号子，对对对对，里面几位演员都很像，就是他因为这部片现在很红嘛，然后看人大家都发觉，怎么那么像我们台湾的一些明星？对，其实号子也有像一个那个日本 A 片的一位大哥，对对对对，有被讲，对不对？我也被说过像多日本有个 AV 女优，对，很像，反正 OK 啦，好厉害，所以这现在真的可能有这些长得很像的，所以我们今天请来了三组明星哦，他们不但有明星脸，而且他跟明星都撞脸，他本身就是明星，然后又有明星脸撞脸，这样对，哪有这种？哎呀，这有这种，我们早就知道啦，有我们就要出来了，大家，然后要找第一个就温升豪，对不对？没有。真的是，他那用我的名号来赚多少钱？你好烦哦！我们一起是你用他名号，对，互相嘛，彼此彼此。其实网络上有很多网友就有传言说我们像哪位艺人，我们今天有做这个啦。好，来在这边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，我们这是用网络软体，这是阿 Ken 呐。哦，看一下，到最后他会变成谁？对不对 ？OK， 他慢慢变形，哦，有一点怪怪的，不太一样了，这个是电脑网络，这个没有任何的作弊的，会生气哦，会生气，这个我也没办法，奇怪的愤怒感，铁的事实，好，我否认这样不行，胡扯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像什么东西，安心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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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像谁？我觉得会像，我觉得会像马士丽姐姐，也不错啊，对啊，开始变喽，宋慧乔。你被宋慧乔粉丝杀死，开心啊！都漂亮，都漂亮啊！弄碎，弄碎了。也是我，来，我觉得我应该是像谁啊？豆哥感觉像女生，帅哥，我真的，我会把板子折断。我跟你讲，他就是像山猪，弄过去，蛋黄哥不是，一定是。我这是厉害，来，哎呦，还是我，有，不说不说。撞脸了吧？你那会不会撞你？撞了吧？这是酷哎，这个我要留着。我喜欢。我要做一件 T 恤，就印这个图案。太酷了！人可以活在谎言里面一辈子，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。OK， 你可以不要真的那么开心吗？好啦，我们要介绍啦，真正像的是我们今天后面三组来宾了。对了，我们今天有来宾要来了，我们看看到底跟谁长得像哦。好，来第一组，第一组，好，究竟他是谁？我的天哪！像谁啊？什么叫不舒服啊？凭什么这样不舒服？你臭三八，凭什么？你下来跟我讲啊！你不舒服，拜托我长那么漂亮，说我不舒服，我看人长不舒服，我看到你长秃一轮的，臭三八！那吴尊接你那个模仿这位女明星本人，现在她还在角色里。我跟你讲，我一开始觉得我好像长得不像，但是后来化完妆之后发现，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点像，而且我觉得那个眼线的部分画的最像，还有那个肤色，还有整个表情，我觉得整个神韵，我觉得化完之后发现，我好像就是她本人一样。我是要问她本人，不要问。好像啊，她连那个她本尊也会这样。我们其实本尊我们现在有变身哦，你讲一下，你看到那个吴尊，你觉得有像的感觉吗？傻眼哎，我是大傻眼。大傻眼，完全不像啊！等于降低我的 level， 我的 sense， 然后什么东西啊？我觉得我扮男的都还比他帅，我妹都真的就比他帅了，我傻眼，这什么烂东西？烂东西，臭他妈！你现在又没有出来啊？臭他妈，你还臭哎！吵起来，吵起来，吵架，吵架！凭什么又变成麦克风？不会直接出来跟我讲啊？好像哦。怎么这么像？这个角色跟另外一个我模仿过的角色也有点像，有点像这个角色，曹希平大哥。哎呦，丑八怪。
怪你凭什么 Q 啊？我出道几年，出道几年阿 K， 你凭什么当主持人、啊？我出道那么久都没有当过主持人，你凭什么、啊？还有你啊，你可不可以站着跟我讲话？可以不要坐着跟我讲话？真的，真的丑八怪，丑八怪，丑八怪，全世界都丑八怪，丑八怪，凭什么迟到啊？你出道几年？我出道几年？我以偶像做偶像，丑八怪。奇怪的可以结合了，可以结合，看他们对骂，哎，结真的，对，好厉害哦。OK， 这位已经呼之欲出了，他究竟是谁呢？我们要请他出来了哦。好，快一点，欢迎出来！哇，我来了！什么烂东西啊你！你想活要命好不好？我哪有长得这样，你在侮辱我，你简直就把他。枝头变凤凰，像我肚子那么大，我肚子也那么大，好不好？而且我还不会穿这种黑丝袜，你这什么 label 的衣服啊？他丑了吗？我穿的黑丝袜，你穿这种衣服啊？哎哎，你这样连品味都没有，而且牙龈还那么大。他是真的生气，那么，听不下来的生气。我跟你讲，拜托，我今天本来不想化那个妆，好不好？是因为我看着赵晴这照片，我跟你讲，你跟闭嘴，你的眼线根本画错，我的底线也没那么短，而且我牙龈没那么大，而且我的衣服也没那么，我手臂没那么粗，我肚子没那么大。我跟你讲，我是为了播放你才吃成那个样子。而且你的副乳也太红了吧，好可怜，感觉很臭，给人印象很臭。你看我们看吧，你说很臭，你看我们看啊。我的全身上下都超好看，而且超多男生喜欢我，你简直在侮辱我，你知道吗？你像十八层地狱爬出来的鬼，而且你像金童玉女，就是他是那种在拜拜上烧的那种。拜托，你才像金童玉女好不好？人家根本金童之影西方无玉女，谁就知道？你的 sense 跟 level 跟格调差太远，我们先去泡个茶。想从哪里爬上来啊？跟我站在同等边，你哥是谁啊？你哥什么金毛啊？靠！半茶。然后那个小兵，抢先在生气，才发现他侧面穿得很辣，那在侧面太辣了吧？我跟你们讲，我这些其实今天是其实不开心，他真的不开心，他从说话就不开心，他穿那个战袍出来就是要证明说我是不一样，我是第一美女。对啊，然后他给我侮辱，重点是亮片的质感都差太多。拜托，这个是我在纽约买的，我在英国留你的大头腿啊！我一直在忍辱。什么纽约？而且我从来不会穿黑丝袜，我从来也不会穿这种平底袜。你们不要夹在这边了。我从来。麦克风，麦克风。我看，要过来，我要打表，我打的。我从来都不会穿黑丝袜。你不要打，现在你不要这样子。我听人家还没生小孩，你不要这样子。冷静，先冷静，先冷静，冷静。我要穿这个，我把那边截掉啊。尖叫才证明他模仿我啊！好，冷静，冷静，我跟你讲，你再打，肯定棒子坏掉。我跟你讲，你冷静，强强，冷静，这里不是你家卧房，好不好？这电视，全世界都在看的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今天穿这件衣服，其实闭嘴，怎么样？我其实今天这件衣服其实不能穿内裤，但是我今天月经来，所以我这边一定要就是要。哦，这不是不时尚，是因为今天那个。所以这个味道到底是哦，吴尊的。我所有一切，我连大便都是香的。这个荒谬的发言！我发誓说爱我的男人，真的，我连放屁他们都狠狠狠狠的吸耶。便都是香的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很多男人爱我，不像你一样没行情，好不好？拜托，不要没行情，拜托多少帅哥喜欢我，好不好？你凭什么打乱我讲话？我在骂人，打乱什么？你光这样子，你的肤色都没有晒的跟我一样，你这个什么一 K 一百啊？一 K 一百啦，你看一块一块黑的巨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个黑叫什么黑？你知道吗？叫沙朗黑啦，怎么样？多少男人对我讲过这句话？你自己看，全身上下通通都没有一个地方 OK， 肚子还那么肥，不均匀，还有皮肤炎的状态。对呀，你有点汗斑啦，胎记啊，胎记。好，冷静，我们先听同学，我们听外面对啊，外面人怎么讲嘛，要听听大家的意见。我有觉得像吗？像不像？我得就讲没关系。讲这一组跟吴尊哥非常像。等一下，羞辱我，你知道我跟他很像吗？是羞辱我好不好？像是哪里像？造型上非常相似，然后又有飘逸的长发，加上黝黑的皮肤，然后加上吴尊哥之前也有揣摩过女性的角色，所以说在扮演女生角色上是非常厉害。所以意思是说她跟我一样漂亮，那所以没有现在可以处理她。不是，你这样你吃得下去？你在羞辱我？怎么叫我跟她很像？拜托，她你吃得下去？那你吃得下去哦？那你今天要给我吃下去？拜托，什么意
下，我也是会挑的好吗？拜托，我一定要帅哥。你走出去，我跟你讲，所有地方都跑。好, 好 ，OK， 好，不，不，其实你要听大家的意见嘛，对不对？有个正当的理由可以说服谁？谁敢讲？谁敢讲？没机会啊！哪个臭大妈敢讲出来啊？我就直接敲你们。伟轩，先听伟轩讲一下，就是他揣摩你讲话的那个语气，我觉得是像的。但你要讲出可爱的地方。我觉得这样强强才会气才会消，就是你的讲话方式很独特，然后对，很独特，你的讲话方式很独特，然后我们都很喜欢，然后刚刚吴尊有抓到你那独特的讲话方式，这样子特色说话方式我可以，说话方式像身材跟脸孔，还是不能对，不能比，当然，那吴尊的肚子那我没有，不要在那边这边沾沾自喜，好是差很多，两位冷静，我们。就帮你会拍一个摆 pose 的照片。对，摆 pose 的照片。不要吃我豆腐。哦，我不会。哦，我失望过了。你看他肚子超肥。哎呦！很妙，这样看就觉得强强好像变得更漂亮。哎，走我吗？哎，对，我跟你讲，空坡。哎，强强有真的被加分到哎。对啊，你以后要把吴尊带在身边，不是强强，你会变得漂亮。我可以整个穿上真强。好了，吴尊可以回去，吴尊回去，吴尊，等一等，喊两个吴尊，两个都吴尊，够了。接下来这一位呢，据说他的这个明星脸的老婆是获选全球最性感的摇滚女艺人哦，欢迎 Alex， 欢迎他，欢迎，哇，好 ，OK。哎呦，感觉起来穿个西装。这其实是摇滚政治家，政治家有点明显。就立法委员嘛，立法委员是 Freddy 吗？是不是？是吗？大家都说我长得像林长佐。林长佐，真的假的？看一下，三二一，起看。哇，这个有像哎。萌版的，萌版的林长佐，老实版的，对对对，可爱一点的林长佐。那时候太阳花的时候，很像，我照片放旁边好像啊。自己有因为被说像谁，然后就想说，哎，那我去模仿一下他好了，还是唱他的歌啊，还是怎么样？洗澡的时候可能偷偷会学一下，真的吗？我可能会唱 Freddy 的歌。Freddy 的歌通常都是那种嘶吼，对啊，很嘶吼哎，所以要洗澡的时候唱，是吗？洗澡的时候会练，偷练一下。所以你等一下唱那来一小段吗？唱一下我们，对啊，唱一下，等一下可不可以？你可以，装扮上面也会改变一下，当然会。哎呦，有备而来，哇，这么厉害，真的。好啊，我们一起来欣赏 Alex 的表演，有，期待啊。你这平常都在唱吗？你是我们制作单位逼你的，对不对？你根本不想表演，好可怜，对不对？我自己说，没关系，我们帮你。对，你在干嘛？还要撒谎说平常在家厕所都唱唱，对不对？好可怜哦，你怎么样？刚刚是最好的表演了吗？还是已经算是我发挥的最好的一次。你那个班有表演吗？对，刚刚在看着干嘛？完全没有表演。请问一下 ，Dano 哥跟巴蒂，请问一下他表演里面缺少了什么？还是我觉得缺少一颗鼓，他比较像那个九天在打战鼓。这样对不对？贝花帕。对，可以打一下战鼓。所以，这段表演也不用觉得像或不像。对，娱乐，开心，娱乐价值是高的，开心，对，非常非常精彩的表演，好精彩，超像，把下一个明星更厉害了。这个呢，这个他像这个明星呢，是第一位拥有三支破亿 MV 的华语女歌手。有请到主持人欢迎瑶瑶，欢迎。有吗？有来了。武装打扮上面是有那个感觉，没错，刚刚看到一点点脸，好像哦。哎呦，提示一下，他的提示是铁肺歌后，对啊，
三次破亿的这种已经不多吧？哎，我觉得这相对有百分之九十。彭佳慧嘛，彭佳慧，还有戴爱玲，戴爱玲是不是？马令也算吧。你可以唱几句吗？歌声我们听听看有没有像，好不好？喜欢你那双眼动人，笑声更迷人，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。通常我们不会唱这么多。对对对对。让我唱一下，好不好？明显啊，唱广东歌明显 Beyond 嘛。不是啊。邓紫棋，邓紫棋造型也有一点像，像不像？我们就来看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请看。哦，很像哎，笑起来很像，笑起来，对啊，但唱歌声这个唱歌完全不像，对啊，对，不要逼人家，可以跟林昌卓组团了，对对。你是不是常常会被人家逼唱邓紫棋的歌？对。我常常就是直播啊，跟朋友去唱 KTV 的时候，他们就一直说，哎，邓紫棋唱邓紫棋的歌，然后他们硬 cue 我，然后之后又要笑我都不像，我就觉得还蛮水，硬要 diss。对，对啊，这种事已经发展到说来上节目也是一样，对，哎，脸很像，歌声不像，这样子。但是像邓紫棋应该好处很多吧？对，哦，对，因为我平常是住加拿大。然后就是我去，Canadian，对，哎呦，英文很好。Ken 哥教我，Ken 哥教我。啊，对，Ken哥也是加拿大人啊，你是我学长哎，你是不是 UBC 的？哎，对，学长学长好，我要帮你照顾。哎，我们在录节目哦。所长都拍的关系啦。说他是你学妹，他又不是跟你混赖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对对，好处开玩笑，哎，这真的是我学妹，对对对，念同一个学校的，哦，啊，邓紫棋好像之前在加拿大嘛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吧，啊，哦，对，好处好，谢谢，对对对对对，好处就是我去加拿大的中餐厅吃饭，然后他们就是老板娘就会硬要把他儿子叫他娶我这样，没有，他一直叫他儿子娶我啊，对，因为他说什么邓紫棋的鼻子是招财笔，然后他就说你娶到他可能就少奋斗二十年。然后我去那边餐厅吃饭都是八五折。八五折。对，然后因为我吃素，他就会特地做很多素菜给我。哦。就是 menu 上没有的，特地做给我的。哇。就是因为你长得像。对。那这张照片是什么意思？哎，也有人说像孙燕姿。哦，有有有。因为他的脸很小，其实也有点像，孙燕姿有点像，对，孙燕姿蛮像。你有一个四十五度角，来四十五度角，然后笑，哎，对，然后牙齿露一点牙齿，对对对对，就像刚刚那样，有有有，微微张开嘴，哎，对对对，像孙燕姿，孙燕姿，有哎，像孙燕姿哎，有有有，所以是像孙燕。又是一个唱歌，又要唱孙燕姿的歌吗？好，孙燕姿来了，孙燕姿来一下，我怀念的还是什么？我怀念的绿光，绿光，绿光。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小秘密。哎，好，没有，这首不熟，我可以听他唱林昌佐那一首歌吗？大杠，大杠，哎，怎么唱？大杠，我们今天一定要唱到他像的才行。因为刚刚孙燕姿。好像也不太像，歌词来了，有哎，大杠披红艳，短杠披红艳，当当当，男子汉，小米打开，教他啦，教他啦，教他，教他，林昌佐，还有那个邓紫棋合唱，大杠一杯，起，杠披红艳，杠披红艳，来春节。影片，本节目邀请到林昌佐跟邓紫棋一起唱歌，同台表演哎，厉害了吧？是画面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谢谢昌佐。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把它关到静音，这样会更像。三位觉得像不像了？请举牌。觉得蛮像的，这个完全像，他真的蛮像，他比雷拉还更像，知道吗？对，以前雷拉也有一阵子常被说像邓紫棋，他很精致，整个就是。Jam 了，哦，谢谢。歌声要再加油一点。好，我唱歌会加油。对嘴。哎，我昨天还去唱那个上唱歌课，哎，我花了4000块。啊哇！你花了，结果没有比较好，是为了今天。四千唱唱，加油！
哪一间不要跟我们讲，我们不会去。我老师这么好 A 啊，你来我们这边唱2800就好了，真的。加油，祝福你啊！谢谢，谢谢。开朗的很可爱啊，欢迎。好，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这边这两位呢，其实有一个是梁鹤群本人啊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跟他有点分不出来的人啊。那我们来让大家看一下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其实小梁哥，你看他们现在因为我们看不到他们脸，对，小梁哥其实看起来是帅哥，哎，只是因为每次看到脸之后就觉得他不是了。对，他身材是好的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请他们转个30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转一点角度给我们猜。好，这样子。啊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哎呦，这样子，这样你猜得出来吗？有吧？这样已经有答案了吧？好，我们请两位直接拿下面具，好，来，3、2、1，一起拿下来。谁才是帅哥？好像啊。像在往上升，其实有像，哎，像的，只是发型不一样而已，就一样吧。小梁哥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会大家说你跟大伦很像？是不是？是这样，因为有每次喷我干冰那一个嘛，他去接其他的活动，然后他拍了张照片给我看，说小梁哥，我瞧不起你，连歌星的钱你也要赚。结果一看说，哎，这个到底是谁？是我吗？对啊，自己都怀疑。我才开始慢慢发现说，哎，原来地球上有一个人真的跟我长得好像哦，除了刘德华之外。啊，你讲这个话，大人也不想要反驳的感觉。没有没有不是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别人就说我们很像，哎，拜托，是你们银行大户哎。最近大家在这个零钱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哇，有太哎。哎，他自己也是很会模仿人。没有，其实是这样子啦，我真的还真不会模仿小梁哥。可是就是我们两个的脸可能轮廓有一点像。是是。对，然后我在出外景的时候啊，每次啊，就是会有人就跑到旁边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跟你签名吗？我就很开心啊，然后想说好，总算有人认识我了哈。然后说谢谢小梁哥。哦。所以我大概有签过3张小梁哥签梁鹤群签给人家，真的。那被说长得像，自己感觉怎么样？我是觉得很开心呐，因为我真的很开心，因为他歌唱的那么好，歌唱的好，然后又会主持模仿嘛，对不对？那其实被说像我，其实我还有点蛮对不起他的，但是我真正对不起的是他的经纪人。哎，为什么说？因为他的经纪人当年是带鼎鼎大名刘德华的，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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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然后有一次来上我们的通告。然后他不知道宣传什么那种刘德华警匪枪战片这样啊，然后我们就找真正的那个电影的那种特效，然后就把放那个弹道点在刘德华的身上，还有在宪哥的身上。然后刘德华当然是英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一出来，然后宪哥就这样砰，然后就啊打到刘德华的脚。对对对对，刘德华穿个牛仔裤嘛，啊，然后那个刘德华就回击，砰砰砰砰砰砰，就把宪哥打成蜂窝啊，宪哥就躺在地上死掉了，这样子嘛。是。然后后来，哎，我们想说，哇，咖演完了太开心了，这样，没想到回到后台发生一件事情了。什么事？就是那个枪是真的。弹差不多了，谢哥躺在血泊里面的。现在那个是谁？差不多了，因为那个弹道点的那个师傅前一天不知道喝太多还是干嘛，他把火药装太多了。哈，刘德华的那边的火药装太多，然后砰一个，然后牛仔裤那么厚哦，刘德华那个大腿还有点微微的，就是有一点红肿，哇，这样，哎，天王让天王的脚受伤。然后下一次，因为那时候他制作人带刘德华嘛，他的经纪人带刘德华。下一次我再看到他经纪人的时候，已经是在带陈雷大哥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？所以香港天王跟台语天王，他的经纪人都带过。在在在在。但是这有突然跳到我，好像一种每况愈下的感觉。没有，不会不会不会，还好。你的才华非常的厉害，对不对？对啊对啊。今天两位在现场一直提到刘德华大哥，不如就来一个刘德华大哥的经典歌曲《笨小孩》，一起来唱。两位有请。好，来，预备备。哎呦，来。胸口拍拍啊，勇敢站起来，不用心情太坏。哎呀，向着天空拍一拍呀，别想不开，老天自有安排。哎呦，望着胸口拍一拍啊，勇敢站起来，管他上山下海，哎呦，向着天空拜一拜呀，别想不开，老天知道。
我们还想继续待在人间。哎，这一组真的是我们今天三组里面比较有爱的，对，比较可以继续访问我们吗？我们真的不想回到阴间。没事啊，对啊，你就跟他一样模仿那个萧煌奇大哥，对不对？哎，萧，哎，你声音真的像，哎，对对对，哎呀 ，Q 就有，来，我能看得清，好像，就能清晰的分辨白天一模一样的声音，一模一样，准确的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，好像哦，谢谢大家。有点像阿盖拉，我是金曲歌王梁鹤群，谢谢。刚刚那个镜头里面，他穿蓝色西装嘛，啊，他手这样嘛，也可以模仿哆啦 A 梦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太短了，太短了。不过我们想啊，就勉强小梁哥，你模仿一下，你模仿像，对啊，有点像哦。搞不好以后我们可以分南北去转哎。好帅啊！我对嘴好了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轻易的分辨白天黑夜，就能准确的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。原来你才像萧煌奇啊！我的天哪，好像哦。欣雅讲一下，欣雅因为跟那个萧煌奇大哥有常合唱，对对对，没有合作。他是不是模仿的超像？很像，而且他眼镜里面那个眼神也超像，那个眼睛里面，眼睛里面的眼神，对，会一直动。因为他有时候会拿掉眼镜啊。他眼睛在唱歌的时候会动。对啊，会动。对对对，会带动他的那个灵魂。对对对，而且讲话也好像哦，没有，超像，谢谢谢谢。奇怪，今天到底是要模仿哪一位？他声音好像，有点忘记了，真的好奇怪，好像，太像了啦。我们可以请小梁哥就座了吗？好，主持人，哎，麻烦一下你带着萧煌奇，扶一下他，去坐一下，扶一下他。这到底是谁带谁？怪怪，好像哦，天哪！太准了，大概了，大概了。来看一下，我们请他直接帮大家带一段舞蹈。好，好，来来。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，脾气不好需要张牙舞爪。你总是温柔的，能把我的心融化掉。我想要当你的小猫猫。我们一起学麻将，一起喵喵。可是你刚刚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他走这个路数哎，但是我们就很好奇了，究竟这一位是谁呢？对，这个大家猜一下，也不一定是妹妹，对啊，是不是豪品还是逸晨又来了？对啊，是曾子瑜，曾子瑜会不会？不可能，他脚没有脚毛啦。奥斯卡，奥斯卡，虽然他戴了面具，但是我已经知道后面是谁了。这个人就是秀慧姐，他就是要说那种。很年轻的舞，然后跟他反差很大，然后想要误导我们。可是我跟你说 ，I see you， 你就是秀慧姐。你看你那个身材，然后那个衣服，而且跟你说，秀慧姐她有一个角度跟雅兰姐长得超级像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哎呦，真的真的有人是真蛮像，对，我觉得应该是秀慧姐。很多人说我跟有一个女歌手也很像，谁？叮当，超像，超像，他的确超像，有这个像，有人说我很像叮当。哎，真的，我以前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。还有网友把叮当跟我的照片整个结在一起，我自己看了，哎，好像哦，是真的有像哎，有啊。但是了解你自己看，你因为你知道他本人长什么样子，对，你觉得他跟你到底像的地方是哪里？我觉得脸型、神韵都很像，而且就是整个年轻版的我。
这个事情是大概多久前有人开始讲？大概五年前就有人讲了。我们一起上节目的时候，出外景的时候，对，就有人说我们两个超级像。好，老公也有说过吗？老公也有说过。也有亲自说了，老婆变嫩的亚兰，好亚兰，对不起，亚兰，好什么叫好亚兰？那这是什么亚兰？烂亚兰，超好亚兰，超亚兰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究竟是谁，好不好？三二一，请面具来，拿下面具，是凯莉，凯莉。哎呦呀！真的像，比下来，哎，真的耶，有点像。哎，我以前没想过他们是像的，而且你们下巴蛮像的，那个角度弧度，脸型蛮像。所以你们有像到曾经被叫错过吗？有啊，有吗？我跟你讲，我PO脸书，然后网友都在下面说：“这是凯莉吗？这是凯莉吗？”哎，曾亚兰的脸书，你说这是凯莉吗？我也是，我也是，就是我发文可能比较近的照片，然后就有人下面说：“哎，亚兰姐。”对，真的，真的妙。那你们两件这套衣服穿起来觉得很害羞吗？有啊，我怎么会穿成这样呢？特别安排你们穿这样。没有，我特地跟制作单位说这一套可以借我带回家吗？哎呦，你小情趣，小情趣哦。看一下，他们就喜欢这种。你确定你老公是要你那一套还是年轻的那一套？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愿意报错。换一换，怎么可以这样讲呢？还是我连凯莉一起带回家？哎呦，对对对，这样就不会出错了。太开心了吧？这是每一个老公心里面的不能讲的事情。我老公一定喜欢他，因为他小我18岁。哇，出来！哎，你保养的真的很好，真的。对啊，不过既然这么像，我们来做个实验了。好啊。因为人家说现在都大手机在 Face ID 来开脸嘛。对。那我们就拿这谁的手机？我的。好。对，没有我的手机。没有，试试看。凯莉来试试看。对，凯莉可以开得了你手机，好不好？好啊。这个你手上面放你老公的照片。一定要的，是不是？代表我对他的爱。好，来拿起来看看。哎，呦，不行，没办法，高科技还是厉害的。我跟你讲，强强的手机为他解锁了。不要扯那么多，他家大门，他大门。你想要看我手机里面的东西吗？嘿，你的荧幕又不见了，不要每次把你的脸都当做布。解锁就直接嘎吱窝就可以解锁了。对，太黑了啦，只要够黑它就开了。哎，开了，这不要乱。这玩笑真的只有 Sakino 可以开，我们开好像不太行，不太好。Sakino 可以开这玩笑，还解不开啊？哎，解不开，这还是有点差距。对对对，没关系啦，这 OK 啦。解不开，那就干脆直接打电话给我老公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有些时候电话哈，我老公分得出来，老公说不定分不出来哦，是不是？就是他的身材，他的脸，然后哎，我不是你不要那么近，对对对，你用。我们只要用一个局部，或是超近的局部，下巴跟讲话什么之类的。下巴，下巴好哎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试试看。好，好，所以你们要来播出去哦。对，好紧张哦，会不会等一下是一个女的接的？哎呦，如果是女生接的，如果是女生接的话，马上转过来我们黑人这边，看谁比较坏。马上我跟杜丽坐在一起，对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可以。好主意。哎呦。好，我们这边人多不怕，试试看，试试打下去喽。希望是昌明哥接的，这小子好像。喂，爸爸。爸爸，你看我今天上节目的打扮呢。我靠，哎，啊，你还没有开始哦？还没啊，很好看哦。哎呦，怎么样？今天晚上，哎呦，晚上要上。很久没有变装游戏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不错不错，很好看哈。啊，你背后有没有更露啊？你要不要反过来穿露一点的在前面呢？你干嘛？哎，所以你要我上节目把露的穿在前面哦？哦，没有啦，我是说你回来之后再反过来穿呐。最好是啦。这个打扮你喜欢吗？还不错啊，还不错哈。哎，裙子没有太短了哈。裙子很漂亮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一定要露腿的啊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我的腿？有没有很漂亮？还不错哈。对呀。但是它就是一个小缺点啊。怎么样？如果在家里面的话，这个裙子是长了一点。哎。
所以我等一下把它反折上来。哦，我用撩的好了，我用撩的。你不用这样啊，你写的 K 笑我。所以，我跟制作单位借回去给你，好不好？我们晚上今天就穿这一套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制作单位也很好哎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那你跟制作单位讲啊。可以吼。可以出来哦，拜托我这个你要稍微啊，这个日子有时候吼过归过，我们有时候当讲你也是要来一下哦。都可以了，他还没看出来，你很无聊哎。啊，那我们晚上要吃什么啊？还用问哦？吃你啊，吃什么？哎喂，好险，好险，好！怎样？怎么了？他傻眼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哪里不像啊？哪里不像？没有，就我啊，好看吗？今天的妆化妆师帮我化的哎。我怎么觉得你在对嘴啊？你怎么？昌明哥，哇塞！哎，昌明哥，昌明哥，我们在录影呢，我是大豆啦。昌明哥，昌明哥，对，我们已经开始在录啊。你刚刚看着，你刚看另外一个女生的身体意淫了大概三分钟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着一个不是你老婆的身体，还叫她，然后要叫她撩起来，哇，这还得了？两个挑一个。怪我怎么觉得那个拍到脚，那个脚好像比较结实一点。而且我就在想说，如果我问你晚上要吃什么，你一定回答都是统一的回答。不是，他都说吃你啊。哎呦，蜜甜蜜甜。哎呦，会不会今天过后这个统一回答就会改变了呢？对，所以你今天吃凯莉，你想吃凯莉吗？哎呦，那好意思。他想吃。不要开这种玩笑，昌明哥。凯莉并不想好吗？对啊，阿北，你跟昌明哥开个玩笑，谢谢，拜拜拜拜。哇，没进京哎！你看钟志奇几度，你的凯莉眼睛半张出来，他还是看出来，看不出来，蛮像哇。所以大家觉得这个相似度多少呢？我凯莉今天最中肯的回答就是99.99%，真的假的？就是无论是气质还是外形，就是身高啊。然后肤色，而且你们笑起来的时候超像，就是咪咪的，对啊，要近看，对，笑起来也好像。其实两位其实可以一起在，因为那个面具已经摘下，现在戴面具，对啊，好，再跳一次舞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感受一下那个双胞胎姐妹，来，好，来来来来来。像那么诡异了，谢谢两位，谢谢两位，哇，也谢谢凯莉哦，可以让那个雅兰姐这跳这个舞一点都不害臊哦。